右手边有二楼的哦。来，请在左后方。左边。还有谁没有拍到就大声叫吧。右边，谢谢右边。还没有谁拍到就大声叫吧。我是放一点点的。左边。再近一次。前面。还有人没有拍到吗？左边，你都没有照顾你的左边，对。来，前面。请看右后方。还有人没有拍到吗？右手边。那我们上麦克风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外需要了。二楼，中间，还有没有啊？右后方，来上面哦。有另外一个。我们上麦克风喽。上喽。恭喜兄弟，你可以。听好了。恭喜哇！你有两个开心的 moment， 一个是年度歌曲，还有年度专辑。是，分享一下自己的第四座金曲，第五座。我忘了。恭喜今年加两座。对，我刚好地震摔坏一个，然后找回两个，很开心。然后我在底下，其实我也超痛的，就表演完，通常表演完就很松懈，就反而表演完更紧张，然后。这样本来期待的心到最后松一口气，然后就大喊了一声脏话，对，然后我的胃就好了，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金曲奖实在是又爱又恨，对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入围的都对自己专辑非常的用心，而且很有信心，然后却这么残忍的要这样子被评分数，然后但是又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，就是也不知道是谁最终会受到青睐，这样，所以就是一种上上下下的心情，这样。在你的得奖感言中有落掉任何的该感谢的人吗？现在是新闻中心最有机会补上了。我想我应该都有照顾到这些，因为其实我在金曲奖入围的时候，我自己就举办了跟幕后工作人员的聚餐，所以我在那一天把所有我想讲的话几乎都说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样子的安排我很安心，然后也觉得非常谢谢，因为我团队大概有好几百人这样子，所以对，没有什么遗漏。这张专辑是一张非常久命的专辑，得奖对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其实是一种阶段性的，应该说插旗子吧，就是每一段的十年、二十年，对我来说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二十年之后还站在这里，然后。还可以有人愿意听我唱歌，听我说故事，被我感动，然后也为自己的人生做改变。其实我现在才知道，做表演者、做歌手的真正的热情跟乐趣是什么。所以这张专辑给我很大的，应该是说。转那一点，谢谢你永远保持对音乐初衷，我们去做很多的歌，谢谢你。那今天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，有问题想请教Jolene的吗 ？Anybody？ 哇，我们截稿了，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辛苦大家了。这边有一家。早说嘛，麦克风递一下嘛。大家都很想下班的嘛，辛苦大家。麦克风递一下，对。OK， 大声说啊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得到两个金曲奖以后，有没有什么想法要犒赏自己的呢？犒赏自己啊？没有，大概就睡个好觉吧，跟日常一样。
谢谢，恭喜九令双料得手，谢谢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